我是菲菲，你也不知道我是真爱你。你别把我当作是一种凊彩的女孩，之前你带我出去玩，我让你让人保护我，我心里是很喜欢你的。我已经有交往对象了，就是阿弟，咱不能够这样继续。王建民，你敢偷吃，你要紧啊！是按照你一定要提钱给我，哥哥我是要栽培全全。我叫你带来车车上好势，曹凤飞车来车是要从啥？那是因为俺们少年时阵做唔到一件代志，因为我犯这个错误。去影响到一个查某囡仔一生，你当讲出来我听。我咧甲你讲出来了，你心肝内就感觉较爽。爸，我要用相机啊，把你电脑记忆卡借我用者。你今嘛认为我是菲菲，你也不知道我是真爱你。这位阿姨，我是曹凤，你这位弟弟行过，看到我。啊，你叫我一定要来这找你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我要跟你讨论我阿公的代志。所以你决定要把代志真相讲给你爸知咯。当初想说要搞我，还跟我阿公讲话。